我希望今天就是可以超过明天啦，就是越多人来越好。我们这边内部统计的话，到昨天一整天，就是接近有200位的鲑鱼先生跟小姐有来我们店里面用餐。我希望今天就是可以超过明天啦，就是越多人来越好，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，这样超出我们的预期啦，然后反应非常的好，就非常谢谢大家。当初在规划的时候，其实有想过应该是会有，只是没有想到就是会有到这么多。其实在台湾的话，就我们店里面统计，就台湾人真的是比较喜欢吃鲑鱼。接下来活动的话，就我们内部还在讨论，但是我们还是会不定期的推出，就是关于不同季节相对应的产品，然后一样是会想一些就是有趣的 idea 来吸引大家一起来我们这边用餐。